好。大笑之云：“持此头颅不净处，贵是狐神也。”使臣曰：“崔浩才艺通博，究览天人，正是筹策石墨之耳。此其所以自比于子房也。蜀太宗为政之秋，执事祖经营之日，言听计从，宁阔屈下，欲计龙也，情亦冒哉。谋虽盖世，未为正主，莫图邂逅，遂不自全。起鸟尽弓藏，名扼其上，将气盈，必盖因害疑惑，何思人而遭思酷悲夫。”